吃一把鸡啊。我这几把实属运气不好，你们觉得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运气不好？但是上一把，我说实话，玩个诺手，结果两个同行硬卡，七神大绝。七神大学，三德马，三德马，这个牌我可能要玩一手空城了。七个人卡我怎么玩？没关系嘛，没关系嘛。为了防止大家卡我，哎，那说实话，那没意思了，那这怎么，那就变成了，和团团双排是一吧？起玩游戏，发来价值100余次高能弹幕，我想和你玩，生生世世都和你玩。我不选了，我不选了。哦，卡尔玛，前进之路，如何？等会儿水友赛如何防止大家卡我牌？不能这样搞，这样搞就没有意思了。我只希望你认真打。那我们就来个那个什么，就是。就是这样，我可以按排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给大家发红包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个题怎么样？不然防止你乱搞，你说我反正我也不要赢，我就卡你牌，我帮你搞搞输，对吧？我觉得这就没意思了，这就失去了游戏的性质了。我们是竞技游戏，我们要竞技，对吧？我如果我吃到鸡，对吧？我收七个飞机，然后给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同学把这个红包发掉，把这个红包发掉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对吧？我觉得会好很多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把打完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强行卡吗？没必要吧，兄弟，不占力气是吧？
马能来一个吗？我轻轻震动无所谓。吐了，这地牌滴的啥啊？这地牌滴的是啥？神灵告诉我，这地牌滴的是啥？前进之路呀，这打不过，太高了吧？二星盖伦，尤尼亚，蓝棒法师。不到了呢，卡尔玛呢？算了，不要卡尔玛。哇，怎么外面强度会这么高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先要飞机，不然大部分人进来混一混，先要飞机不太好吧？那肯定不太好，这个我感觉不对呀。我相信水友们，我相信，好吧，我选择相信，请不要让我失望。我选择相信。飞机报名，飞机报名吗？飞机报名不太好，你们觉得？不是二弟选，飞机上车，嘿，飞机上车。很强，吐了，顶不住了，怎么这么晚？感谢超管青马旋转中出，我操，卡杀两只。我有个问题不是很懂，就是为什么首充给了刁德一发来价值100余次高能弹幕 ID STLP 饭堂德六老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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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次参加活动，求带求带求带求求求求求求求。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无法理解一个问题，
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多钱他却没有一个大蝙蝠。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爱欧堡里啊，奶起来，奶起来，给我奶，奶他，奶，奶起来，奶他，奶起来。啊，我终于挺住了，兄弟们。被秒了，我操，我操，停不住了。四级的马上来，把这把打完来了，这把打完来，也就是说我就三星了，够了，够了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这个龙牙，这个龙牙，奶起来，奶起来。这上来第一手奶的，奶起来，奶奶奶，哎呦我操，完了，为什么这么哑呀？奶量并不是很足，奶量并不是很足。老八之路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兄弟们，
我就问你，怎么打？你现在怎么打？对吧？我就问你怎么打？随便打，好，你能把我大蝙蝠打死，就算我输，啊，你能把我大蝙蝠打死，就算我输，好吧？我奶，我奶，我大蝙蝠，我有能。你三星大眼怪你也打不死我大饼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能把我大眼怪打死，那我输，好吧，多了不谈啊，多了不谈，少个黄土再去。这要是来一个堡垒转职就好了。舒服了呀，我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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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奶吗？我奶，接着奶，就问你这个奶量足不足啊？这个奶量足不足？你感觉这个奶量如何？哎，如何？正义之手，加点输出。救赎也挺重要。我，哦，二星狐狸，二星这个，二星大蝙蝠，我操，二星狐狸。但是你先把我的大蝙蝠打死再说，好吧？虽然你是真实伤害。但是就我这个奶量，就我这个奶错人了，我操，就我这个奶量，我就问你奶，哎，我奶，哎，这真实伤害没法搞。从来没法搞，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。说实话，他太肥了，这没办法。老八怎么可能呀？哎呦，宝石神霜，我操！上来第一手奶的，还好，我操！不太行，无所谓，我这大蝙蝠，我有，差一手上方。
三居神。哎呦，这奶妈怎么会奶不动啊？这双，哎，科技枪就好了。那没有啊，他没有，我没办法呀，装备不来呀，操！等一下啊 ，ID 应该统计好了吧？还没好吗？